天是要带给大家一个很好的知识，肌肤相触真的能保保暖吗？开头指令来了，全身脱到只剩背心，在帐篷里待5分钟，然后量体温，这个画面真不舒服。我连续2天重感冒，为什么要接这个通告啊？已经过了5分钟了，然后我们现在神经病，超冷的，超冷的，现在有点想流鼻水是正常的。没有，他等一下会开始发烧，开始头痛，没关系，我们要实验精神，我们今天说到一定要做到。我们现在就来测一下，我们现在各自的体温是多少。好，好，31.8，人体温度多少？37.5是不是？36左右。哇，现在已经降，已经降了5度嘞，降了5度了，好不好？好冷，好冷哦。哎呦。啊，为什么我29.7？失温了。哎，讲，我是零 day。OK， 我们现在就来测第一个方法，到底怎么样会升温？好，来喽，十指紧扣，牵手5分钟。几度破表？我觉得这个5分钟就是白费的5分钟，它不会有任何改变。坦白说，手好像真的有比较暖一点。哎，我讲实在话，握在一起真的跟刚刚其实是不太一样。哎，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。哦，多少多少？惊人发现，30.1！天哪，你吸走我的0.4，升温了，升温了。你刚刚是31.8嘛？对，看看你有没有吸走我的热能。哎，我刚刚吸走你多少？0.4。31.4，我真的吸走它0.4度，哇，好感人哦。好，现在是第二个方法，方法二，来喽。好，肩碰肩并排5分钟，就是寒风嗖嗖，然后我们在那边做这种不知道在干嘛的实验，尴尬，有没有一个凄凉的感觉？还挺空警的。我早就爱情。32.1，来来，先碰碰，32.1，32.1，又提升了，又提升了，又提升了，来换我，31.6，31.6，也是提升啊，越来越暖和了，哇，提升1.5，哎，提升了0.7，提升0.7，最后一个方法来喽，1、2、3，全，不敢念的，全裸热情拥抱5分钟，有病啊，全裸，神经病，好吧，都到这步田地了，就先照做了。什么神经病啊！我奇怪，这种男的想到要做这种，我们全裸热情拥抱，几时开始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还没准备好，我还没准备好，你再鼓勇气。我刚好不容易鼓起勇气，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。天哪，你一拳两国雄性秃的患者，要在这里拥抱了。有点丢脸，但是又觉得有点好笑。你可不可以有点诚意，就会紧紧的抱住？会不会是因为你体型庞大，其实我的手环绕不到？然后是吗？是这样吗？对啊。哎，而且你为什么流汗呢？请把紧张的。流汗。哎，我们现在如果把帽拿下，会很好笑。1、2、3。这到底是什么画面？3、2、1 ，OK， 好，来测量，时间到了，好吧？怎么？没，我跟你讲，我有点舍不得，不要再拖台前了，快点，我开始有点舍不得这一切了，爱上了，好像那个无尾熊，32.3。哦，哇，天哪，你上次
真的好多哇，多32.7，这是我们的测量结果，你是从31.8变成了32.3，这个急剧大概是0.5，我的话是从29.7变成了32.7，哇，有哎，哇天哪，你足足上升了三度哦。好不好？所以这个最后这个实验结果是成功。